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丝丝小可爱，有订伊好评度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袂订起来。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佮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Ultra Dash Z3 Plus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性価格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。 Hello everybody，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你要賣多少又來啦、欸、應該有拍到了嘛、哦、也不用藏了好不好。今天來顧一下這一台2003年的福斯 T-HO T-0 Imperial T-HO。但是呢，这个内行都知道，一般小司没有在顾这个车啦，哦，常在看我们官网，没看过这个车在上面出现过吧？第一个老车了嘛，第二个这个福斯，好、哦，我们本来就比较少卖，但今天这一台是一个好朋友开过来的，这个好朋友是知名的企业的好朋友，大有来头，我告诉你，你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？有啊，圆灯呢，而且它这个圆灯不是原本方灯盖一个盖子变圆灯而已哦，它是整个都不一样哦。你看它这个还有渐层的哦。嗯。好，所以它这个是整个灯具都是不一样哦。VR6， 什么车只要上面有 VR6 就屌了。哎、欸，雅浪你知道？雅浪，雅浪，金城武你不熟悉？啊，达观金城武哎，雅浪就是那个 Galen 啊。嗯。Galen 嘛 ，VR6 啊。你们知道啊 ，VR6 就是 V6 的引擎嘛、嗯、，R 的嘛，听起来就蛮秋条的嘛，所以你只要看到 VR6 就知道这个来头不小。这个当时哈、哦、是这个2700多 CC 2.8的引擎，之前的 T4 都是好像2000吧，哎、欸、有2500吗？我太久了呢，这个是我出道的时候的车子、欸，出道，我进入二手车界啊，哦，很久了呢，我真的忘记了，我记得那时候一般版，那时候有庆众汽车国产的，是 2.0 的啊。这一台是这个 VR6 精装等级的啊，顶级中的顶级啊。据说当时这个引擎好像是跟这个宾士有点渊源，怎么可能？想不到了吧？想不到，想不到福斯跟宾士又有渊源了吧？对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车子啦。第一个除了是自己的这个好朋友，还有第二个我要估的原因，直接破题带大家来看一下内装好不好？天空蓝的有没有？天空蓝。你说的蓝是什么蓝？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最近蓝很有名啊。我们有五十蓝、素蓝胶、灌蓝高手、素蛙蓝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、欸，来看一下，看这短轴的福斯有分长短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以前还卖过福斯，上面有往上撑变一个床的呢。原装的哦。你有卖过？我有卖过啊，宜兰的一个牙医啊。哎、欸，牙医有啊。哦，我看我们跟牙医很有渊源的、哦，我告诉你啊，家护牙医啊，家护牙医形象你知道？啊，哎、欸，早安少女组哎，我们家已是你组哎了。后藤真希不是假希的那个，不是早安少女，后藤真希，后藤假希，家护牙医啊，哎、哦欸，牙医很有渊源，你看哦，在宜兰一个牙医都没在开的那个 T4 有上面可以有车顶帐的啊，回来赚十几万呢、欸。一二十年前呐、啊，哇！一二十年前十几万，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忠孝东路买不起了，也是买不起啊。高雄买 B 利后差，也是牙医呢。对哦，还有嘞，还有还有吗？哎、欸，不要乱来。我没有。来，为什么估？我直接就破题了，我先转下去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好熟悉的胡斯味哦，胡斯的老车有胡斯的味道。一触即发，嗯，你看一下里程，太少了吧？你是不是以为他按到那个单次里程没有？我告诉你，单次里程我归零，真的是19000，19000。我跟你讲，这渊源可大了。2003年到现在20年了，对，开不到20000公里，这车你不买吗？这个车故事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当初我这个朋友他买这一台车是为了帮连公子浮选。哦，连公子，你知道？你史公子哦，史公子是史川华那个哦，你知道？后来我回来，他没回来，因为他嫖妓被公安抓嘛。那个是史公子，我现在说的是连公子。公子哦，那个爷爷，您回来啦！那个这个，懂吗？懂。为了帮他浮选，全台湾这样跑跑跑跑跑，好，浮选完，这台车就放在公司地下室，放到现在，就定期验车，定期。缴税金缴了20年，放到现在是因为又买车了放不下了，因为他舍不得把这个车处理掉。为什么会舍不得？这个有共患难的回忆吧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这边当我没讲的呢，我好难啊，
我就真的回来了呢。啊，我们讲要讲真的，不能乱讲哎。有名人呢，那鲁多呢，嘿名人呢，嘿北山欧北贡呢，嘿琼狗呢，浮选完真的就放着，好，所以他现在正在处理啦，啊，我也给他一个很漂亮的数字啊，一般这个车我不收啦，那听到这个跑不到20000，一手车到现在，那个税金单卡起来比你机器还长哎，哦，有可能，那今天你讲明年税金、燃料税、牌照税那个叠一叠加一加那个哎，超过这台车残值多少钱呢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车子啊，当初这个就是六缸引擎的啦，我们先看一下引擎啊，我跟你讲。这台车基本上哦，我可以断定一定没有考过漆啊！你从侧面哦，你拍这个堵身，这整台原漆都新，你知道吗？白白白啦！观众朋友，你说最后泰山有拍这个影片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都新都新都新，干都新国语要怎么讲？几多几多一堵墙啊，堵啦、啊、一堵墙有没有？堵心，身体的身呐、啊。如果车行一般比较老车环呐、啊，哦，讲哦这多心加碎就是，你可以说是肚子或是这一堵墙。这一面是很漂亮、很平整的。你如果有板烤过、补土过啊，再加上这个时间岁月来了啊，通常你就会看到那些哦，一些干妈婆啊、不平啊什么有没有？哈、哦，碰趴啊，无为无为。我跟你讲，这没有，这个车很漂亮。我们今天估一台20年还原漆的车子，万中选一，万中选一，好不好？这一本人人有攻略，好、哦，我是看你骨骼惊奇。嗯。是一个万中选一的练武奇才，奇才 对, 对，我这一本就卖你哈，330就好了，千万不要看最后一页哦，回家翻最后一页，定价180元，我们等一下来拿那个漆模仪来打，绝对万中选一，14年换过一次，14年换过，哦，应该是放到 GG 的换掉的，好看一下引擎，它这个 V6 的引擎哦，我想这个引擎通病什么漏油，烤耳容易坏，它烤耳坏掉就很像。丢一个丢一个丢丢丢啊！你知道？尿尿加轮损，你知道？哦，啊那个丢，会抖的对。丢一下，丢一下，丢一下。如果有香港的朋友看到这个片段，以为我们一直在骂脏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 ，VR6 Ending， 你冇看过啊？这很特别哦，它这引擎是用按的，还有一个箭头，它做了一个小箭头，你看很可爱。你从上面往下看是一个小箭头，有没有？好，啊你就用按的，它就可以。哦吼吼，你看啊，要死我啊！这种天车库啦，啊，这跟他咧拜天公嘛，你知道？拜天公，囥在遐，嗯，叫啥灯啊摆，拢无咧叮当诶。看一下有没有漏油，来拍一下。欸，干巴巴的啦，这怎么漏啦？哎呀，换红色系导线，你看到？这怎么漏油啦？跑20000是要漏什么啦？漂亮。我不知道这个车现在热不热门，因为现在有什么 T5、T6 都有了嘛。嗯。后面又一直出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现在出到 T 几了，我也不知道。T8 了没 ？T8 是 Volvo， 没有在研究。而且啊，因为放在地下室啊，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锈蚀，有没有？一点点锈都没有。来，你看这螺丝漂亮到，真的是不可理喻啊！欸，可是引擎盖有转呢，看起来。引擎盖怎么看起来有转？会不会引擎盖考过期啊？我们的原漆神话好像要破，好像要被破坏了。啊哥，你帮他踩漆模仪好不好？调整过。搞不好在福远当中有考过漆，擦伤过，引擎真的很漂亮，这边擦过啊。我跟你讲啦，跟这种知名企业董事对不对？不太用看得太清楚了，这哎、欸，多少钱都得买，好不好？我们人生活中、人生当中总是要认识一两个，那叫什么达官显赫。显贵，我做达官啦，啊，达官显贵啦，不是显贵，哎，我无显贵尔，哎，我是我带过达官啦。好，来打一下，来打一下。我对这个引擎盖比较怀疑，因为刚刚有螺丝有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来哦，打一下啊。哦，134，150，哎，差不多啊。96，88，哦，侧面比较少、哦，87。哎，那100几是不是太高？哎，29。哎呦，不是哦，不是原漆哦。对啊，这考过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有 A 过了，你看，啊，科学啊，你看，好不好？看到。啊，那不良了，不良了，不是原漆，不良了。讲、啊、成这样就不是原漆。来拿那个漆模仪来打，绝对万中选一。他应该是考这个下半部了。哦，145。100。下面应该考过，这也考过。哦，93，那真的没考过。111，人力银行寄发票过去。200多就太高了，哦，差不多。83。哎、欸，2G8，
哦，一百啦，一百 ，OK。九七。哦，差不多了，两道灰尘。哦，八七五。一百二。哎，一百啊，没有，隐形盖没考过啊。嗯、好了，就旁边这个考过了。哎，干，我怀疑耶，我们刚量这边太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擦干净，量一下，会不会量到灰尘？哎，真的二四五了，这个真的考过了，他没有开玩笑。怎样？有没有三七九？一百六，他这应该是从这边贴，往下考，好不好？无所遁形。我先看一下这片，我们既然都量过了，我们只要针对这一片，看这一片有没有事故过就知道了。哎，没有啊，胶是硬的啊，那就是没有撞。引擎很漂亮，轮胎四个不行了，好，然后这个下面有修补过漆，哎，胶孔在这，你看，胶孔在这，隐藏于无形之中，不内行的都不会发现，真的，无所遁形，无孔不入，刀枪不入，大可不必。那时候的那个马库尼亚都说这样啊，薄薄的而已，啊，好不好？就 K 得几条算。好，来看一下外观，刚看这边啊，裂开了呢，侧裙裂了，好，这个要看一下车顶。车顶看有没有黑 A 到回到啊，顺便上来顺便打一下好了。哎呦呢，上面有插到呢，看没有好小的，来给你站。哎呦，真的。对啊，我就说这种高的车一定要上来看。上次那台吉米就妈那一台没看到，就你现在前面那一台，那台就没看到屋顶。打一下，哦，六十五啊，上面也没考过。哦，它就是现在这样擦伤而已，哎，不管了，哎。这再过有名人拿路斗的车，这青菜啦哈！人家把这个车牵来我们这边卖，我们是不是在卖这台车本身，在卖面子哎？重点关机架车对不？这买的是一种 relationship， 哦 ，relationship， 卖的是一种关系，关系对不？后面这是什么屁啊？哎，这好像也是一点点，为什么会插到那边？还有你刚刚看到这里嘛？对啊，哦，这堵门啊。这边都擦伤了，这不知道中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都擦伤啊，搞定了啊，看完了啊，处理了啊。我跟你讲哈，今天这一集是这样，不用来来去去的啦，不管他卖多少钱呐，今天人家车牵来，我就去，有没有？你要卖多少？一句话，只要你讲得出嘴，我就买落。那酷帅不？哇，这就跟我们去 Seven 全联跟老婆说话一样，对不对？只要你说得出口，我就买。真的哦。没有在 Q 的啦，真的、哦。啊，如果出太高怎么办？那你说啊，啊，比如说啊，说多少钱？40呀、啊，不是，当哎，这是安内啦哦。虽然咱恭喜你讲我这，我就收我这啦。但是我真的觉得明显，你讲这个数字哦，你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侮辱了哦，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。是哦。啊，对啊。不过这那路多的呢。不是，我所谓的侮辱是这样。今天我们与其这台车啦，哈，残值你卖我多少钱？那个先放在一边，感情先放一边。光我们两个的关系啦，这40万不要说买这台车啦。好，我招待你去北海道5日游、8日游都没关系啦。阿是讲要来去银座哦，对不？这只阿妈，好，我来出力，拢不要紧啦。但是如果这个40万拿来买这台车，我觉得对我们两个人关系来说太廉价了，不要这个钱不要放在这里。好，这40万拿出来，要招待您到哪里都没有问题。但车这个东西，好，你也知道公司是什么样，需要数字，需要利润。对，你本身也是一个企业的老板。是，我这个40万拿出来买这个车是绝对没有问题。但是站在公司的立场，那报表要好看一点。所以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懂。你先认真的想一下，这台车多少钱会比较好？我要的是什么？有记录的嘛？有记录的啊，我们去银座去玩，那个是没记录的嘛？没记录的，对嘛？你懂了吗？我懂了。您自己本身你也是一个企业老板，我这样子你懂吗？好，那请问一下董事长，这个车你觉得多少钱比较合理？嗯，20，20万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说有记录的，有记录的，董事长有记录的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有记录的，这台车。我公司是有记录的，多少钱比较好？公司要有记录，有记录。您公司也要有记录啊。我公司事实记录很好看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我们两个都要好看嘛。哦、有记录的多少？来，那多少？多少？10万是不是？哦、啊 ，OK 的嘛，没问题的，没有 OK OK 没问题 ，brother 嘛， brother 好不好？到时候没记录的我们再处理嘛，懂吗？是好好。
好不好？哦、我们这个名人不做暗示啊，哦、名人拿鲁斗不做暗示，对。你看是不是这样就搞定了？这样就好了啊、哦。就最后到手十万，计划通帮我上一个计划通的字卡。那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内装啦。基本上它外形比较特别，就是它是短轴有大包的。哦 ，VR6 当初就是有大包的，当初是一个顶级的版本，我记得都短轴，应该没有长轴 VR6。这个皮椅哈本身还不错，脏了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精油美容洗完以后跟新人一样，而且你看哦，核桃木饰板一应俱全，这都原厂的哈，当初原厂。然后这个吸顶的萤幕也是原厂，而且啊，你看前座还有双扶手，都一个塞车有双扶手哎，你跟我来小狮汽车这么多年啊，看过这么多车，你有看过驾驶座有双扶手的吗？啊，你开车会知咧，两只手叉咧哈，跟大爷咧，哎，安尼安尼。你还不好上车，屁股被这根给到，哎、欸啊，塞车还能塞哇！哇！哎哎，我起笑起笑，你有看过塞车安尼无？安尼啊？哦，真正无看过。也没有科技啊！而且这上面还有核桃木哦，而且你看这可以转哦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转，你可以把它转长一点，它就比较低，有没有？它就垂下去了。哦。那你把它缩短，这样。哎呦，干呀！福斯从那个时候就发明这种烂东西，到现在什么东西都用转、哎。哇，那它就变高了。哦、变高。妈的，椅背一定也是旋转。你看这椅背嘛旋转的，你看。我老公几十年啊，搁用这個，你看，哇。嗯、哎，这什么 ？Power？ 这什么小朋友？哎，声音是什么？啊，卡拉 OK 啦。OK 哦。好吧，那时候很流行卡拉 OK 啦，那时候那种什么 Space Gear 啦。福利卡啦、嗯，车上都有影音卡拉 OK， 啊，你看这荧幕嘛，已经这个已经是时代的产物了啦。好、哦，这个就算好的哦，你也不会用了啦。这有一个小小小钻孔，哦、好热哦，来看看冷气好了。妈，讲到流汗，哦，我看它蓝电器啊，欸有点抖嘞，啊看，蛮抖的，亮气囊灯啊，不过冷气蛮冷的哦。你看它这里有四格可以放饮料的，哎、欸，看这是后加的，哦，看好屌哦，欸哦，哎、欸，跟纳智捷有过之无不及哎，纳智捷的 FRP 的锥塔，这个很像水塔的材质，有没有？有有冷却水塔材质哎。哦，啊，这喜欢呢，可以放冰桶了吧？哎呀、啊，哦，这里有两格，哦，我爱你两哎。可是它这个杯架坐这里真的是，而且你看它坐地排，这个真的是地排，超低，它真的是坐在地上。对，它这里有点破掉了，这个都环保材质都会脆掉。你看我拿安内塞车，我被换挡拉不到，好累，好远，拉不到。哦，就跳下面还要往前，好累。哦，阿力话这汤啊嘛，我够多哎啦，车有点抖、哦，应该也是烤耳吧？车烤耳会坏，你看我一说就中，你看看到没有？商务车 T4GP2 商务车，好掉不？轻重你看好不好？是轻骑哦。哦，阿力话这遮阳板什么都没，哦，遮阳板好干净哦，你看，灯还好，遮阳板好又细又长又薄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全部都是用旋钮的啦，加一些按钮，然后闪双黄灯啦、啊，它这个原厂的音响啊，它、啊、那时候按钮都设计有一点这种格子的，有没有？嗯、比较有一些触感。哇，啊这一点烟器加一点烟灰缸，没利用，没利假婚的啦。哎、欸，你看它这个都还没拆呢，这边都没拆，你看。好，来看一下后座。好，我冷气开着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有后出风口吗？哎呦哎、欸，哦，它这个椅子我记得可以转哦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椅子可以转哦。干，这种科批比较厉害哦。这个科批应该当年整理了不少啊。这里，有没有？哦，还跟他高铁有无？你把坐过高铁哦？高铁买啥呢呀？哎、欸，哇，帅不？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哦，我靠，大头哥嘞！感觉可以打麻将，很屌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。你这边有个小桌子，他怕白啊。嘿，依照校外教学啊，是吧？坏学生带节奏，最后一排。最后一排。嘿，有一个小桌子，你知道？我知。后边来吊十三支哦，冲三啦，四连痛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忽然想到一个，那他可以这样吗？啊，这样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可以。而且我告诉你哦，他三排冷气孔，这边有一排，后面这边后面有一排，后面。当初连公子也是，对不对？坐着四处的奔波，你不要笑，不是四川死公子。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他真的会坐这一台。哎、欸，那时候这个很秋，你怎样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、啊，你仇富？我没有仇富啊！你说啊，他怎么会坐这种车？我不是，你是这种感觉？我不是，我是你是这种感觉？
他应该会做更好的。对，那时候这个很顶的啦、哦，傻傻的。那时候有什么更顶的？那时候没有 Alpha 呢，再来就是 Space Gear 了呢。Space Gear， 阿伯嘞，那时候那个年代是差不多这样而已啊。2003年，这就用哎呀嘞，就看正掐了一张、喔、哦，就差没有防弹而已啊、哦。这样会不会？我就真的回来了呢。车顾问专卖您的好车。哦，哎、欸，那怎样呢？我是、欸、小陈啊，啊，来分店嘛，分店嘛，是吧？哎，买分啦！哎、欸，现在很流行拍那个 AV， 好不好？哦、我们欢迎这个有在拍 AV 的来跟我们买这个车，把它做成魔镜号就好了嘛。AV 就够用了吧？哦，这和你主水这样弯的呀，除了高度差了一点以外，不能站起来以外，其他的任何姿势应该都 OK 吧？你在想，你在想有什么姿势不能做？我在想啊。这卡，啊，我卡在后边，不要紧啦吧？哎、欸，这个也在黑啊，这可以躺吗？应该也是吧。阿哥，好了，刚问过专业的科批了，嗯，这椅背不能调，它椅背只能全部哈、哦、趴下来往前收，让行李箱变大。哦、嗯，对，所以它这边就固定，可惜了。后啦，哎、欸，不错啦，而且有点不是有点，而且抖得蛮严重。对，真的会抖啊！我说的准准准的，这个车 VR 六的本来就是会抖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看原厂上的还够滴滴啦，遮阳板呢、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也是古物的啦。你看这有无？无这你嫁去有陈百祥好不好？啊，伊怕台哥以后用这的话，一定要给他折扇的、欸。你看好不好？加大机。哎，他没开我就不好意思开。你看这也是折扇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啊，以后哎台哥，别过来。好，阿里阿拉很贴心，还有设计一个这个一站哦。高中的时候念书不是都坐公车吗？对啊。学生不是都坐同一班？你就差不多时间出门，差不多、啊，他都坐同一个号数嘛。对，有的椅子后面会写“施景存我爱你”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有看过“施景存我爱你”？我没有看过。我一开始没有注意，我爸的朋友的小孩跟我坐同一班去上学，人家比较高端呐、啊，我是去大安高工嘛。啊，因为人家是要去师大附中，同一条路的，对，一样同一线，差很多。哦、我那一线有很多啦，我那一线还有什么开品，哎，对，开品，看鬼做延品啊，对，延品，我等下有金欧哎，因为要去新一路转车嘛，对对 对, 對，我等下有裕达哎，裕达行嘛，是去新一路转另外一个方向，跟他爸讲说，哎、欸，我在那个公车后面看到施景准我爱你，今天无吗？我就坐坐坐，哎、欸，他真的被我坐到了呢，真的、哦，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就写在椅子后面用立可白写啊，有没有？我们看一下，我高中的时阵嘛是，哎、欸，嘛是。五行情哎、欸，啊，怎么讲到这个啊？拉环呐、啊，靠腰啊！哎、欸，好了，好，我们回去整理一下，回去整理一下。这个2003年 VR 六跑不到20000公里，90%原漆了啦。好、嗯哦，可以这样说了，刚量过了啦。然后只有那个门稍微有烤过漆，然后这边有稍微磕到一些小伤。这个客人为什么会成为我的朋友？因为他也来跟我买一台车。你没有想到了吧？嗯、大老板买二手车，没有想到。你知道哪一台车吗 ？ISF， 因为别人没有啊。啊哦啊，他从以前就很喜欢那台车。刚好看到小师友又在看我们的影片，就来跟我买走那台车，也很久了嘛。现在他就牵这台车来给我估，那我就先去跟他处理一下，这很快啦。这个观众你不用看来来回回，我们刚刚已经模拟过，也预习过了嘛。预习过，对。有记录的有多少？哦，就这样就好了嘛。好，那等一下等我回来。B 木木 B 木木，你知道是哪部戏吗？哪部戏？哎呀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不知道哪一部戏了，对不对？知道《鹿鼎记》，没有网友会跟你讲这种，他逼我，我逼我，我小宝，你有没有事？哎呀，你别不知道。好了，处理好了哈、哦。最后成交的金额13万。其实一开始我刚刚讲15万呐、啊，嗯，就他一来说。小师，你这个车15万，你是不是太高了？他来了就自动就这样跟我讲。我们这个酷谁，当然这个不遑多让嘛。嗯，好，我们之间，啊、哦，没有什么太多太少的问题。他说，小师，你该扣的还是要扣啦。啊、哦，我说啊，我也不知道给你扣什么，跑那么少，而且这个车又那么有历史定位。啊、哦，我们回来好好的收藏。哎，不要再收藏了啦，好啦，到时候可能会想办法看谁，看还有没有人需要啦。反正最后呢，我们也7788啦，13万，好搞定，那就弄。哎，好啦，2003年，福斯。T-Hall VR 六已估成交价格13万元整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，也非常感谢，然后下次再见。
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